让他知道你这婚事吹，不对，他知道你定亲了吗？说不定此刻正在家中伤心呢。对呀，他肯定伤心极了，我得去找他。哎，还不对，现在我家里人肯定不让我出家门啊。 沈兄，你现在站得起来吗？你可以藏在我的马车里。 芍药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总受伤呢？你？谁知道呢？也许老天爷也知道，有你在，我挨几下打死不了的。芍药，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要告诉你。 什么事儿？我不用成亲了。不用成亲？真的吗？这么好，你不用。小花，那天你同我说的对我友情的事儿，我想过了。你同他们不一样，我哥哥花姐姐平时陪着我。 都小心翼翼地保护我，让着我，就像花姐姐桌上那个小茶碗，放下平时小心的几碰都不让别人碰。后来我遇到你，你一撞上来就欺负我，只有你不会另眼看我，我们能一起摔摔碰碰，你也不把我碰坏了。 所以，我对你也有情。